欢迎两位，心算马拉松，加油加油！子瑜加油加油！两位选手将分别挑战闪电心算和听心算马拉松，每轮挑战机会为两次。谁先来？我先来。叶子先来，来，在位置上做好准备。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，我们现在第一轮挑战的内容。首先，在这个难度系数图里面会有笔数和速度，笔数越多，速度越快，难度就越大。叶子，你选哪个？我选最难的五十笔。哦，五十笔，速度，选哪个？我选最快的0.4。来，叶子选择的这个难度意味着他要在20秒之内算出一道50个数字加减混合的题目。哇，好有勇气啊！先掌声给孩子们一些鼓励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准备开始，3、2、1。请导演协助放到答案板上。各位，刚才完整的题目是这样的，题目的答案是好大的一个数字。我们来看一下叶子算出来的答案，先看一下千位，金领冠倡导母乳喂养，金领冠提醒您，精彩稍后继续。金领冠倡导母乳喂养，了不起的孩子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。了不起的孩子，精彩继续。了不起的孩子由倡导母乳喂养、坚持16年中国母乳研究的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。叶子算出来的答案，先看一下千位。在第一轮挑战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性，我觉得可能今天现场的观众啊非常热情，那小朋友嘛，毕竟是小朋友，他这个心理素质恐怕今天看到那么多人他还是有点紧张的。叶子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。对，加油加油，叶子加油加油。叶子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第二次的挑战开始。好，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完整的题面。这道题的
标准答案是。我们先来看叶子给出答案的签位。我们来看一下叶子给出的最后答案是2220，2220。哇！好厉害啊！哎呀！行了，你知道你第二次的时候我都紧张。你紧张干啥？啊，我不应该紧张呀。啊，你不紧张，行，我紧张。来，鱼，就位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大屏幕上会出现难度系数图。注意各位，这个时候不再是刚才的这种算法，更难了。笔数，选100笔。100笔。速度，0.75秒。0.75秒。他们都选最难的，而且这个是三位数，张老师。这个难度就意味着。他要在75秒的时间内听算出来一道三位数100笔的加减混合题目。同样，这样的挑战在《了不起的孩子》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现。鱼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挑战正式开始。请听题。316、479、280、549、863、270、158、239、604、517、283、741、减506、985、493、107、269、476、283、150、826、739、401、534、减860、192、574、189、652、减307、416、782、390、506、453、217、892、510、834、769、815、934、760、271、568、239、405、741、320、968、341、286、750、978、459、201、减632、106、348、957、143、758、920、618、426、509、732、158、743、690、768、549、210、327、495、806、314、534、减610、872、513、269、870、416、248、730、591、364、798、502、158、940、减732、609、835、642、172、482、971、减306。写答案。牛！就我没想到念出来速度那么快。看一下，这是多么恐怖的一道题。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五位数，好难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王浩宇给出答案的万位数字是
千位。百位，天哪！十位，哇！最后一位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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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啊！天哪！各位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浩宇！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太牛了！而且在这儿，我想跟大家专门强调一下，这是最强大脑都没有出现过的挑战，之前没有选手可以做到100笔，王浩宇是第一个。这孩子不得了，他还是很淡定哎。人都大家都站起来给你鼓掌，你说点什么？谢谢大家，这个各位辛苦了，说一下。谢谢大家，各位辛苦了。感谢来自山东济南了不起的孩子范子叶和王浩宇，去领取你们的丫丫纪念品和了不起的金领冠。